降临。我说你要欧印呢，你打得这么凶吗？这人是不是有点脑残呢？我发现。是不是脑残啊？抓住心中的野兽，然后变成他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说哎呦哎呦哎呦，那你带路，我红水晶。哎呦哎呦，我操，灰飞烟灭。屈从暴君的命令。哎呦，给我吓到了，我操。待宰的羔羊。我说了试一下。这样子玩吗？是不是有点暴力了？这样，让小文要出心理阴影了。小文，小文以为就我一个能压他呢。你的众神怎么不管你了？那小文要哭了呀。自制也罢，我又怎么去哪呢？喜欢来唱，还来不？三天啊你要啊，在塔下都站不住了。小文，看我他妈输了。为什么我现在 EWQ 这么歪瓜裂枣的？打野中单，中单刚辅助来了。
这个场景可不能给龙王，不过持光杖的龙王花语有点小快的，他快了，走，小龙啊，藏得没边了，小龙，我又不是在怕你，小龙。来，我来，杀个人太费劲了，铁子们。有这么费劲吗？杀个人，直接开启北伐，快快快，推他推他！这样玩，这不是风难吗？跑开！我的狼群，输了，十五级了，玩个毛毛雨。南方应该可以切了他。天一，哎他，我看到他有闪的，我按了一下他妈的拓不接，我不发这个信号，他绝对不会想着闪上去。思路太清晰了，这波打团，这波打团，我看见龙王是必死的。蓝刀在这里，你知道吧？龙不要了。慢慢死。
拿小的吧，那就，那先拿小的吧，可以先拿小的，拿小的，拿小的。水龙龙换还是想要的，不想跟他们换。那狙死了，给撤一下，给撤一下。两千块。可以了，这波 AD 有蓝刀，完了，打不了了，完了，这波锤石没跟过来就打不了了，这波。可以。他打龙很慢的，打龙很慢的，还敢打是吧？打，来打，还敢打是吧？打，来打，打打打打，快快快！你妈的，豹女，我靠啊，造孽啊，人才呀、啊，两人才呀、啊，我的天哪，哇哇哇！得秒这个雷文，雷文 CD 装备有点好，这个雷文。你在装啥？你又在装啥？老子焚天落手，来喷死我，求你了。一波了。龙王被他妈搞心态了吗？龙王，哇哇哇啊！这六文他妈又犯币，又还得是他了！天哪，哇哇哇！不是对面六文蠢吗？这种瑞文还能他妈捡这么多头。